现在温度是-1.1度，非常的舒服。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旭川，我觉得必来的旭山动物园。那因为现在天气真的，你可以看后面，应该说整个旭川都是白雪茫茫一片，你一定要跟穿雪才能够走，而且随时会滑倒的状况。然后这动物园最有趣的是啊，它每天会有2场的企鹅游行，可以在非常近的距离看到企鹅，真的很可爱。而且其实蛮多的动物都比较适合在寒带生活，我们一般我们会去的动物园啊，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动物它在很活跃的走动。可是我刚刚看了北极熊啊，还有狼啊，还有雪狐狸吧，它也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很舒服，然后走来走去，这也是可以让很多观光客拍照。